刚刚的效果之后的话，哈，这个是全部的资料。不过这个地方有缺那个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用网页啊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带出很多栏的资料。可是这个东西哈，放在那个手机里面似乎不适合用表格啦，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把它转换成那个手机里面比较适合的叫 list view。可是 list view 呢，它的缺点就是说，我们刚刚看到，哎，它只能够显示单一栏。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它显示多栏哦？其实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效果，比如说呢，上面可以加一个编号。那编号呢，你比如说以编号为主的话，你可以把编号哈改成那个，比如说标题一、标题二，就是让它自，看你哪一个要自大。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哈第一个栏位，比如说像这边有没有一二三，你可以放很多栏，但是变成说你是放成纵向，哎，放成纵的，不是放成横的。啊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反正看得到哈。那你要看哪一个字大，你就把那个字的这个前面加一个什么标题一、标题二的那个嘛，那个标签。那怎么做哦？首先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哈再改一下，改什么地方哈？基本上呢，我是主要是改那个就是 echo 的地方。那刚好同学是说可以把这个哈这个拿掉，这个头跟这个尾跟这个头拿掉。他中间改好像单引号了，他同学好像说可以了哈，应该是没问题的话。哦，你是说 echo 这个？哦，OK，好，就是输出的时候加一个单引号就对了哈。OK，好，反正这个地方哈，可以 如果说你不希望一个结尾在，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哈，再做那个就是单引号输出了哈。OK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希望哈，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效果出现，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样 echo 一个这一列的这一个的开头一定是 li，有没有 li？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头了哈。OK。然后里面的话呢，会有个第一个资料的话，那我们一样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这边有一个 H1 指的是标题一啦。那它基本上的话就是你要标题一、标题二、标题三都可以。那这个字的大小，当然我记得好像因为标题一好像最大嘛哈，那你可以再去调整。那里面的话呢，串接一个什么，就是最后的结，就是 MySQL 里面去抓什么 result，就是那一笔记录，哪一笔记录呢？从这个 rows，这个 rows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总表，那个放在记忆体里面那个总表，然后里面的话是第几笔，第几笔里面的话哈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关键在这里，这个指的是什么？它的那个在资料库里面的栏位名称，也就是里面的话有个栏位名称叫 ID，那我把那个 ID 抓出来，放在那个格子里，放在 list view 的第一个位置。第二个位置，第三个位置，所以 list view 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放很多笔位置。OK，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，有没有？哎，就可以这样子把最后的结果哈，一个一个做，就是说你可以放很多个 list view，不是说像刚刚只能放一个啊，你可以放很多个。那字的效果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放大，比如说你希望能够放大的话，那你就再加一个 H1。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做出第二个我们要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栏位很多的话，你可以。抓取你要的，包含我这边是编号，就 ID，好，那你当然你也可以抓其他的。第二个栏位的话是 book name，放这边。第三个是 author，是作者，好，然后字如果放大缩小，你可以加一些那个 H1 到 H4 吧，啊，那就可以显示出我们要的结果。OK，这个是第二个部分。那等一下的话，第三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能够再做个什么圆角。哎，还记得圆角吗？有没有上个礼拜好像，哎，上上礼拜有讲过。如果我今天 list view 哈，做出来就像那个上上礼拜那个地图导览嘛，点101跳到那个画面去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我就做了什么事？就是那个外框有没有 list view 后面呢？哎，有一个标签，还记得吗？叫什么？叫 data insert 吧，等于处。好，所以你这边的话，如果你今天希望哈，把这个地方做成圆角，你直接其实这边也可以自己打了 data，有没有 data insert，
你可以找打个 I 吧，哈，它也会提示 ，I N， 哈 ，insert 有没有？等于 true， 自己打上去，然后呢再及时一下，印象中应该就变成圆角了。OK， 好，圆角了，哎，感觉好像应该更感觉好像更就是比较 smooth 一点了哈。那再来等一下呢，我希望怎么样？点它，它可以去帮我动态的去查出资料，秀在下一个页面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怎么样？以后浏览资料也可以去网络上抓资料过来的这个效果出现。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，把这个页面哈，哎，稍微改一下，也就是说哈，刚刚的这个我是存那个 app， 好这个，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我是在 echo 里面。那刚刚是利用那个从那个叫 MySQL 里面的叫 fit row， 好去抓到那个那一笔记录出来。那我现在呢改了另外一个叫做 MySQL 底线 result， 好啊，记得要传三个参数，或者你们也可以去那个 MySQL 里面的那个就是说明，我好像记得给各位一个说明档，里面的话呢它要也有个那个说明哦，叫 MySQL 底线 result。给三个参数，就是你的表格变数在哪里，好，你第几笔，然后呢哪个 ID， OK， 啊，如果说你今天需要什么，需要的是哪一种的那个字的大小，你可以在前后加上什么，加上 H1， 好，那或者是说呢，如果没有你就加一个 P 就可以了，换行， 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那这个部分的程式码，哎，干脆把它这个直接好放在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好了。就第一个啊，先一栏，然后再来就是两栏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超连接，超连接这边会多一个超连接，然后跳过来的话呢，需要一个页面去接它。哎，那这个跳过来接有没有？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假如点这一个，它旁边要有个超连接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加一个超连接进来？而且哈，连接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是连接到它，并且怎么样传递给它？因为你要查到正确的那一笔，那一定要给它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的 key， 它的 key 的话一定不能重复的。就是同个作者可能有两三笔，然后你一定是按照那个编号去查，因为编号不会重复嘛，所以呢去把那个编号里面的资料，所以哈，变成说假如说详细资料你变成要再重新再从资料库去捞资料，可是捞的时候呢不是全部了，而是只有一笔，那一笔的话呢就是 SQL 语法里面不是那个 select 所有的栏位 from 那个 book table 对吧，后面本来没有会了，有没有？我们是全部通通捞嘛？那我们就是会有，然后呢去查到 ID 等于什么？你现在这个 ID， 比如说我今天点的是一，就传递给那个 ID 去比对，哎，查到那一笔，再把那一笔的记录里面的第一栏不用，第二栏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啊，就是总共好像有六栏，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怎么样？放到那个另外一个详细资料里面。就是这个书名作者有没有啊，编号就不用了，因为编号已经点了就知道哪个编号，所以就把它秀出来。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？OK， 所以首先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超连接哈、哦。那超连接怎么加上去啊？其实也道理很简单嘛，就是在那个 echo 那个后面的哈、哦，加上什么？加上那个超连接，然后超连接之后，我们这个地方哈、哦，用 get 的方式，还记得吧？get 不是问号吗？问号等于问号，哎，问号后面不是有一个哪一个页面，哪一个那个传给哪一个 PHP， 后面给它什么样的参数，应该还有印象吧？用 get 的方式，用网页传递的方式。那传递的方法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基本上呢，这个地方哈，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后面加上，在那个我们的for 回圈下面哈，那个 li 先输出一个 li， 这一笔记录的时候有没有顺便加一个什么超连接？那这个超连接的话呢，它的语法哈，应该知道 HTML 哈，这个超连接等于什么？等于
后面的这一个，那特别注意哈，我后面的话是单引号开头，再加上什么？加上这个，啊，就刚刚同学讲的啊，单引号开头，加上我后面要加的这个网页，这个网页，好，然后呢，问号 ，ID 等于这个有印象吗？ 就是用 get 的方式传递，因为 post 不可能在网页上了，一定是 get 的方式哈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我现在这个 ID 的变数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 ID 的变数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串接一个什么？串接一个就是一样哈，就是结这个结束，就把这个超连接加到哪里呢？加到这个位置，它到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超连接出现了，那顺便把它的 ID 也丢过去哈。 那等到我现在点击它的时候呢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页面接，所以哈，我这边是另外在，其实我是把这个另存新档来改啊，把它另存新档后面加个 A， 我丢给它啊，所以记得哦，我这个另存新档里面呢，就是再加上主要是这个地方，把这个里面的地方哦 ，li 一个书名，然后呢把。 这中间哈，等一下我再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再把查到的结果秀在这个上面，它就可以显示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一页的话，就是多增加了这些栏位。好，那也就是我们那个之前在这个啦，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效果。详细资料跳过来，把这个放在这里。但是网页上可以这样做啦，不过其实它这个版型不好看啊。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手机上面，那感觉就不一样。 好，所以等一下来看，请各位先把这个地方超连接怎么加，好，先做。另外把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详细页面，我这边是叫做详细书籍资料，好，详细书籍资料，你可以把它把这一页另存新档来改，好 ，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